你是不是在为比赛的事情伤心啊？那有什么好伤心的，早就习惯了。反正等我耳鸣老毛病好了，我找回比赛的状态，进省队是早晚事。嗯，那你到底怎么了嘛？其实那天比赛我看见我妈了。所以你耳鸣的毛病才突然犯了。不过后来我想想，应该是我眼花看错了。她现在人在国外过得好好的，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国内？没事儿，不用担心。反正我再去找白富美心理医生多聊几次，应该就好了。喂，又不能换个医生。哪有人治疗中途换的？这是大忌。什么白富美？还不都快化妆吗？嗯。那我要是化妆的话，肯定比她好看。是啊，可惜你之前化妆不是为我化的。哎。了，那你什么时候要化妆给我看呢？嗯，看你表现吧。嗯，哎，你好重啊！你是树袋熊吧？对呀、啊，我是树袋熊，背我，背我，背我。啊，顾南，嗯，爷爷告诉我来这里找你。她是你女朋友吧？嗯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都长大了，还找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女朋友。嗯。